你以前上面有去抓什么吗？还是说说上面有什么？对，就正常嘛，正哦正常的。那以前你会去钓鱼吗？会啊。那以前会抓到什么鱼啊？以前哦，山上的鱼什么都有，很多骨肉的那个骨斑，骨斑啊，什么东西都有，还有。鳗鱼啊，很多鳗鱼哦。那水库盖了之后抓，水库盖不能抓啊，里面很多，还是很多，一条细胞跟你有100多公分。哦，所以水库的水都是给台北，台北是啊，我们没有。哦，那你们会不会觉得很不公平？就是不会啦，盖在这边，水流到那边来，我们不出来啊，贵啦。哦，很贵啊，山泉水不用钱。8块钱，我们用那边不要1块钱。哦，因为是山上水就不用钱。哎，以前你会去捕鱼吗？或者捞鱼再回来？我又不会游泳，我干嘛去捕鱼？哦，所以以前要淹死了，对对对啦，对。啊，这边环境有变干净吗？你觉得水库盖完之后？那还好啦。还好，没有什么差。那水库盖的时候，人有变多还是变少？就来这边的。水库盖起来，当然就变少了啦。变少啊，变少。像那个像桃园，不是桃园那个水库有没有？它可以让人家什么？观光。对呀、啊。这边不能观光。这边就水也保护了、啊。所以就人就变少了。所以就是希望说这边开放观光，然后带来一些人潮，这样自己生意就整个会比较好。他这个不可能的，因为谁在出总的，怎么可能？那也是希望政府做什么回馈吗？这个，好，没关系。只是觉得有一点不太公平，对，不太公平的。生活上用水方面，或者是用水方面都，我们是没差，我们不吃回水水库。你们是哪里的水？我们这边社区自己有简易的自来水。哦，自己的打井吗？还是说？都有，还有上上水，上的水，还有下都有用的。那时候在盖的时候有没有就是迁移，就是叫什么呢？完全还是就是在上游那边，只有在上游上面他那边他都把它拆一下，本来有种一些橘子啦，他那边就是原本要种东西的地方就开始迁移。像他的自来水也有对我们这个社区，对我们几个里啊，七池里啊，广西里这些都有。哦，就自来水有给你？有。那因为就是有听说翡翠水库的水盖在新北，但是主要是供给台北市的水，会不会是觉得不公平？这样是不公平。这就是大家政治上面的，大家都住在台湾，所有的利益你说你分配不均，那当然了，拿到利分少一点的人就会讲话大声一点啦，对不对？那么早就没有什么。我们小时候都看到那个螃蟹，台风一过后，螃蟹都这样子排队的爬上来，现在看不到了。那个时代的潮流，螃蟹是为什么？螃蟹是因为我们那个农业农药使用的太厉害，农药，所以你真的就污染它的环境的影响。对，我们以前看萤火虫很容易啊，但是在这个地方嘛，没有，以前是很容易，现在有受限在湿。